哎，是不是金九哲唱的那个？对，直肠子。尖酸刻薄呀，和那种直心肠的人他是不一样的。哎呀，歪歪不能说实话吗？歪歪，对呀，那是一个，他不能说实话呀。这明明说这主播特别丑，哎呀，这主播长得太好看了。你就像我一样，哎，我非从来不化浓妆啊，也不说是那个整鼻子、整脸的什么的哈。你看这话多好听，这是委婉的说哈，就是自己找安慰。其实呢，哎呀，就是跟人家可能就没法比，咱也不去比，只能是挑好听的说。哎，你瞅你的脸的胖，那我只能说，那我也没有打瘦脸针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怎么地的，就是原版，对，是原版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意思呢，大概是那个意思，但听着呢，不一样。以后我也得学一学。说你呢，意思呢也是不好看，哎，原汁原味若非啊，没有那么怎么怎么样的。其实呢，其实就是你就是不好看的意思，但是人家不这么说。哎，这叫什么呢？叫真实啊，对，叫真实。所以说，你网上吧，对你网上你不能说实话。我哥伤心了吗？用老夫多年的经验掐指一算，哥多多少少有点失恋的感觉。没事，一首歌给你摆平。几点？八点半整点啊。孤单。
过哥，别伤心，别难过，路过的东西它永远是过路的，不要去想那些，你就记得那是你人生中的一个流星，记得飞永远是你星空上的那颗星星，永远在，永远它都在，但是可能它不是最亮的那一颗，但是它永远会在那个地方，只要你抬头一看，我就在。欢迎元泉大哥，进来召唤点开，好嘞。哎，倒不是说，倒不是说啥鸡汤，这个东西真的就不管你是朋友也好，还是说，你说是说这个，应该是又受啥挫折了，嗯，就不要想那么多，嗯，人生中的过客非常非常的多，你就记着，在你身边最普通的那一个，就是最珍贵的那一个。不，你是太阳，又胖又圆的那个。你别看又圆又胖，但它温暖了你啊，在你寒冷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我。好好珍惜眼前的你，不想继续失去。但是你不能长时间的搁太阳底下晒，那玩意儿容易晒脸。我只想抱紧抱紧你，你要惹我能给你晒爆皮了。欢迎六大哥，欢迎李大官人，欢迎大家兄弟们回家。没有过摘团肉的兄弟们，记得把下方的摘团肉过一过，下方有这个追加奖励哈，我没有点，我把追加奖励点一下啊。好了，没有开通摘团的兄弟们，帮忙开一首摘团，谢谢我们的浪子哥 ，Thank you。如果游客大人们如果想这个开通摘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开了，应该还有29个，还差17个我们就完成了。像我们的溜达，咱们家兄弟们哈，虽然说怎么说呢，其实我这个人性格就是比较那种，性格比较那种温柔吧，但是就是说，心情好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似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就暴脾气就上来了。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样的人特别好教，爱恨分明的人，而且还特别容易记仇。这种人呢，谢谢我草原风格，感谢草原风格，谢谢我草原风格，抱一下风格，欢迎我风格，谢谢我风格，谢谢我落叶随风格，还有大罗山河哥，谢谢刚才有个五彩哥给我送来的天使么么哒，还有幸福有你哥，也谢我贵仔坚持，还有我们的龙王，也谢谢我们的风格，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。温柔谁呀？我呀，我不温柔吗？容易记仇好啊。这种人哈，这种人的爱恨分明的人特别好教，就什么事都摆在脸上。但这个人呢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好教是好教，但容易得罪人。不能说我这种人的这种人好，但是绝对他不坏，不能说好，但是绝对不坏。有的人呢，可能表面笑嘻嘻，背后里咣咣咣给你捅刀子那种，那种是防不胜防的。像我这种有啥事都摆在脸，开心也是一张脸，不开心也是一张脸。但虽然我不是一个多好的人，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多坏的人。下方的集结还差8个，但是往往现实这样的人是不招待见的，在网络上也是不招待见的。没心眼儿，我还好吧，不能说没心眼儿，就是没有那么多心眼儿。你要说没心眼儿的话，我自己都不信。这是实话吧，谁都有心眼儿，就是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，对吧？你咱不能说，哎呀，我一点心眼儿都没有，我特别的诚实，我是。咱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心眼儿好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坏心眼儿就可以了。就是咱们也是，咱没有，就是说咱不去坑别人，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。但是心眼儿多少是有的。如果你要是自己的心眼儿，这没有点心眼儿，那真是傻子了，那不行。下方的季节还差5个，咱们这心里边就明白，就是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就好了。
像我呢，其实我其实你就像我看我直播也好啊，或者现实好，我说了，就像我们这，就像你非这人，其实你们也是真能叭叭。这不跟你们聊天了吗？你又打击我的积极性，你得跟我聊啊，你不要打击我。你没事的话，你得跟我聊。你要打击我的话，你说我是不是就没有信息了？你就没啥事儿，我就说，哎，老大，你说的对，对，没毛病，是对，没毛病。你得夸我，要不然我热乎劲不就下去了吗？你老丁戳我，这个屁呀！就你说的，又能叭叭了，咋地？又能说了，该唱吧？你别这么打击我啊！别这么打击我。对，哎，没毛病啊，可以。哎，你慢慢这样，我不就自信心就有了吗？要不然我都不敢跟你们聊天了，老丁刺激，不是？嗯，不是刺激，那叫啥了？嗯，老金，这个词儿用的不对，不对，对，打击不是刺激，打击我，用词可能不恰当。我用词不恰当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说老大不能不对，应该说是打击，不是刺激。嗯，真爱打开，给下方的集结就开一开了啊，下方有两个。就是，可不嘛，就是，谢谢我玲姐，感谢我玲姐，谢谢兄弟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大家。没有过摘团任务的兄弟们，记得帮忙过一下摘团任务。谢谢我们的贼好看，谢谢我们的雨后彩虹。对对对，没毛病。你看，这还有说没有声音，你个狠。谢谢我玲姐啊。也谢谢兄弟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嗯，其实你说有脾气吗？我有。谁都有，没有人不可以没有，但是有的人就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这种人是非常厉害的。要不怎么说人家能成功呢？能控制好自己的，他就能走好每一步。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。小玲姐，行了，说了半天了，巴巴的也怪累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干点别的了？像我们的一叶扁舟哥，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啥了？是不是该干啥了？咱们啊，对对对，哈，听听兄弟们的意见，该斗了啊！对，该斗了啊！对对对对，该斗了，该无情的 PK 了。完，有票的话上一上票票啊！好 ，OK OK。想，好好好，听从大家的意见。我没说，没有说有票的我们上票，没有票的兄弟们右边公屏帮忙感谢一下或报个全就行啊！谢谢大家。如果说有188，最好刷188集卡；如果有十张的，就刷十张集卡。这锅我们背了。那你说你不背锅，难道让我背吗？我这么美，一个人能背黑锅吗？对，你们。没事就要背背锅，让我背我多累呀、啊！我心一点都不轻松，我能开心我能快乐吗？我不开心我不快乐，你们能开心快乐吗？你没事，对你没事，你们多背背锅啥的，嗯，无形的 PK， 像这种 PK 话，其实我心里边是特没底的，因为你要不管的话，是真不管我。嗯，好，这好像是七彩的，听说七彩唱歌都好听哈。哎，你好，哎哈喽主播你好、啊、你好美女，哇，我看见我的女神，我第一次遇见她，哇，这个小姑娘长得好漂亮，兄弟没有点关注的哈，给我们这个小姑娘点点关注啊。哎，天哪天哪天哪，听说七彩唱歌都很好听，那你们唱个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女神好。好，那你留一半时间给我就好、哦、妹子啊。嗯、哦、好的谢谢好的谢谢。哎好嘞好嘞。嗯，好，该上票上票。嗯，我有点懵。什么情况？我看见了我女神啊。我唱个这个吧。那个路灯下的小姑娘，
幸运吧，幸运。我刚开播就遇见我女神。三叔加油，三叔看好你，三叔。完了，跟我们这个美女聊会儿天啊！你这是今天刚直播吗？哦，刚开，晚上刚开。那个前段时间刚开，那个刚年度的时候播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前两天眼睛就挺严重的，这两天就开始晚上播了，不敢多播了。就少播一会儿，要不然那个眼睛会不会很疼？刚做完手术嘛，播也是会，就看时间长了眼睛。特别疼，酸胀酸胀那一种。
然后一直流眼泪还挺模糊的。你买一个，就是我睡觉的买的时候那个，就那个蒸汽的那个，就蒸汽面膜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那个，但是我现在不就那个就不能用，就是他说好像是半年之内吧，就是汗蒸啥的都不行。啊，那算了。对，就给你们这瞎招不行。谢谢。因为我那个眼罩吧，它是热，它就热15分钟，它就不热了。完了就是，就眼睛对那个确实挺舒服的，但是现在不行。对，可以冷敷，对，可以冷敷。我刚才手揉一揉，我刚才第一反应就是我刚开始没看见菲姐出镜头，然后听见对面说，现在的主播唱歌都好听。我刚想说，我说没有，我啥也不是。结果视频一转。我就愣住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你跟其他的主播，我就发现咱们家的主播还都挺笨的。兄弟们，就是看有七彩的，像花花呀，这七彩前面都是咱自己家的主播，七彩都是咱自己家的。有的一般的可能前面什么这个主播呀，那个主播呀，那但有的时候人家呢就会说啊，哇，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啊，我的女神，我的妈呀，就咋这样的？其实你们一点都不会套路，完了就是啊，谢谢菲儿姐能给我点点关注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谢谢六九军团的兄弟们给点的关注，我又欢迎六九军团的兄弟们来到直播，你一点都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光顾着看着你开心，咧嘴乐。再以后的话，就这个，人家可能就是啥，侧面的提醒你，这么大主播是不是连上了？就不管你输与赢，你都可能有的哈，有的都赚了。哎呀，嗯，对对对，就提醒一下大家，但不好意思说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你得会，现在套路越来越深啊，要不然你这。你得会，你就慢慢去品就好了。嗯，记住了，就不能太实在了。对，不能太实在了。多感谢，多笑笑是没毛病的。嗯，好了，拜拜，菲姐。然后谢谢六九哥哥们。真的呀，你看碰主播都这样。但是我要是一个小主播，我就不一定。嗯，小主播，你要是让我现在从零开始做的话，估计我做不到。我这个就不行，这个功夫。今天这语言真行呀，可能睡觉睡好，睡得比较好。晕了一小会儿，谢谢我们的介哥。真的呀，你看你不能说哈，不能是说那什么，嗯。职业病算工伤吗？工会不报销吗？算吗？那我谁给报销？那你们给报销吗？我眼睛疼啊，我耳朵疼咋整？我给你们唱歌唱的，先别说那个，你先这个咋整？你报不报销？我嗓子都手术了，没有说给我报销呢。那官方也大胆，没有过报销啊。咱家的主播大部分都是比较笨的嘴，嗯，差不多，就是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工会的环境吧，都比较这个，就是唱歌，嗯，都是比较唱歌，可能嘴呢都比较笨的那种。因为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吧，他可能好多好多的主播他是奔着我来的，嗯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可能就是好多主播都是奔着我这个人来的，他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性格跟他的性格可能像，他就喜欢来到七彩，也喜欢七彩这个氛围。因为每个工会哈，你不管是每个工会的氛围它是不一样的，咱们家就挺就是大部分吧，90%吧都不会聊天。得粘豆包一个。对，就粘你们身上了，咋的，负不负责？给他们整几个绕口令得，哎，我自己先练好了，我再吩咐别人。卡黄是五组一三一四卡黄，或者乱斗的时候一组一三的干货也可以。嗯，这个嘴皮子呀，它是练不了的，真练不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就是性格的事儿，你看我，你看一般都说直播内容哈，就是总说哎，直播内容他唱歌没有意思，他聊天没有意思，每个人的直播内容他有不一样，因为我的直播内容就是唱歌，但是你天天听，也就那样，真的，也就那样。心如开在火车带头，真不错的。那每个人的这个。每个主播都有一个发光发亮的点，一提到这个主播就想起他那个点，哎，提到这个菲尔
可能啊唱歌可以，一想到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唱歌还可以，哎，唱什么类型的歌比较是土嗨的那种，要不就 DJ 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说那个心如啊，心如开车行啊，校长是不是大爷二丫，大爷二丫唱歌俩双胞胎对唱什么的，还有什么歌都行，他每个人有一个特点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管是徒弟也好，是主播也好，还是你飞也好，他指定有一个特点，一个发光发亮的一个点，就一提到他就会把他的特点先提出来，会想到就像你们看每个人一样，就是你就像你朋友这样，你身边的朋友，你第一你会见到这个朋友第一印象看到的是什么地方。假如说我有个朋友第一眼看见他，哇，他的眼睛真大真漂亮，就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就跟直播是第一印象是一样的。我有我什么特点，你啥特点都没有，也没有真爱，也没有皇马。你没有吸引到我。你说哈，你就是，你看你说哈，你说我自己照镜子，嗯，自己照镜子，或者是，嗯，我就看那个，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说胖，我说你看我脸上，我说你说我鼻子长得难看吗？他说不难看。你说我眼睛长得不好看吗？他说也还行啊。你说眉毛呢？他说眉毛的话，咱是纯天然的。也不少啥，也可以呀、啊、就旁边长了几个歪歪的，这修修也挺好。我说嘴呢，嘴也行啊，薄皮儿的，是不是也没有那什么厚厚的大嘴唇啊啥的，也可以呀、啊、我说那脸大吗？就是脸也不大呀。我说为什么搁一起它就不好看呢？还行啊，就是每个人看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好看，但是让别人看你的时候，就是你挑出来哪一块都感觉还可以，但你为什么组到一起就没有啥特点了呢？没组装好，位置没调整好，可能是。但我眼睛哈，我眼睛确实会小一点，但是小一点也不犯啥毛病。你都说，哎呀，又长得黑呀，欢迎那个夏小姐，又长得黑呀，又长得胖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天生的。啊，也可能是在意自己，像你说胖瘦在意自己，但我家天生都是比较胖的人，这个你就没办法选择了。那我天生就长这样，我没办法，我也不想去改变我自己的模样。就所以说这皮囊啊都是外在的，有趣的灵魂才是重要的。这个东西你自己生下来它就这样了，你没办法去改变，但是你自己的性格你的人格它是可以去控制的。皮囊只能迷住一时，内在的东西才是一世。所以说不要说哎呀我飞呀、啊、咱俩样啊没有腰啊，不要说那个，到最后谁都没有腰，都是这一盆儿。嗯，谁能看出腰，屁股都看不着根。也谢谢我何哥，感谢我何哥送来的520，谢我明峰哥送来的188 ，Thank you。你忘了跟你笑啥？这啥声？放电这个东西，这个眼睛啊，或者看什么，它是有一种自信的。你人自信，你就眼睛长得再磕碜，它都有神，它都有电，你知道吗？要如果人不自信的话，你长得再好看，你眼神那种发光发亮似的，是出不来的。今天喝的有点多吗？没有，我要唱个歌给你们。我不敢说实话，小胖啥时候说的？给我峰哥来首这首歌，峰哥一般都听草原歌听惯了，给你来一首这首歌，是一首老歌。知道它是什么歌名吗？
欢听草原歌，我没有说这首歌是草原歌。小坏人，还是我们的云芬，感谢我们的庄园哥。刚才我的 PK 是不是都还没感谢？我感谢没？我感没感谢 PK 那个 PK 那个激战榜呢？我感谢了没有？我忘记了呢。歌名叫《抹去泪水》，我忘了呢。感谢了没有？没用的吧？是不是？我好像有，好像是没用呢。啊，等会儿啊，感谢一下我们的激战榜的兄弟，忘了。谢谢我大地勇士哥，哎呀。谢谢大地勇士哥，也谢谢我们的草原风哥，还有闪电哥，谢谢我们的不种花对网，也谢谢我们的圆球大哥，谢谢魏哥，感谢我们的高堂明镜，谢谢我们的星辰，还有小飞，谢谢我们的七幺哥，也谢谢风哥。这个字叫什么了？这仨字，快报一下大哥，哥呀，你的名字叫啥呀？我都不知道。跟大家再说一下，能集卡的兄们可以集下卡，把那个工会票啊，还有什么剑呐、战舰呀、这三样礼物在包裹里边的都清一清，因为它呢到十二点它就没有了，到十二点它就过期了。哎，我包裹里边还有呢吧？我找找。我看看我包裹里好像我记着好像还有呢。我正好没有过战团肉的兄们，记得把战团肉过一过。就这个哈，哎，我啥时候包裹里有我都忘记了。这个没有把这个真爱送出来，一定要把这个真爱送，零点它就过期了，兄弟们。真爱送一送哈，真爱送一送。完了还有这个工会票，工会票它还有三个小时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个工会票还有三个小时，没有过任务的兄弟们帮忙过一过任务。这个还有4600个，行了，我就奖励一下自己吧。几个？4632个，看不看见？还有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后失效，三个小时失效它就没了啊，它就没了。谢谢圆球哥，圆球哥你等一，谢谢大哥。明年可以有吗？不可以有，这样吧，我乱个豆，有没有赞助的？我土儿哥赞助4000票，我要来个乱豆。谢谢圆球大哥，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送来的公益票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圆球大哥，一会儿给我圆球大哥转手的歌。真好。哎，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今天这感谢这个速度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兄弟们，召唤啊，把召唤过一下，我过完召唤我们再斗啊。我把集结点一下，兄弟没有点集结的，正好把集结点一点。我包裹里边正好还有4000多票，一会儿乱斗我也刷，有没有报数的？我替腿哥报4600票。你们包裹里边看看剩多少？我们整一个，看看包裹里边有一张的吗？有一张整一张，有十张整十张。下方的集结没有点的兄弟，帮忙把集结点一点。我有我们的红红。地方不有个响应吗？把响应点一点，腿哥大气，必须的嘛！真是，这个响应完了之后呢，会点一个什么？恭喜你完成那个手送任务和这个响应集结，这个就是做完了，没有点。
点响应的点一下响应，他会急着，他会跟你说完成战役团首送任务才能响应啊。这个点了没？点没点？没有点的话，如果说没有点的话，可以点一下。如果说你没有战役团的这个地方，你看有个响应集结，大家把这个响应集结一点就OK，就过任务了。屏太晕了 ，YY 更新了，没办法，嗯，都提速了，没，那咱也不能让你减速啊。已经完成了12个战团任务，没有过的兄弟们过一过战团任务。欢迎方野哥。行，摁住，摁住了能行吗？还差15个我们就完成了。如果说天天每天看菲儿直播的情况下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桃心做完了之后，你每天可以送我，反正你看也是看完了，正好把这些任务也做做，兄弟们，嗯，就帮忙了，这个是帮很大的忙的啊。我们有条件的可以送礼，我们有条件的兄弟们，嗯，就帮忙这个抱抱团就好。如果能做摘肉的兄弟们，就帮忙做一个摘肉，谢谢大家。工会票最后一天，再有3个小时，工会票你包裹里边的战舰呀、什么宝剑呀、工会票都会过期的。谁是腿哥啊？一会儿乱斗的时候，腿哥说了啊，支了我4600票。欢迎大地勇士哥，嗯，一会儿能支棱一手的，帮我支棱一手。我腿哥答应我了。完了，你能有66的，我们来组66 ，OK 不？632票，哎呀妈，还差那32票了。我就是说4600票，那32票我也说啊，我又不会留着。32票你都给我抖了出来，凑个5000票吧。嗯，行，既然兄弟你都说话了，必须给你好使。第一回说话必须好使。完了，能支棱一点的兄弟们可以支棱一点，必须好使。都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下方的集结大家没有过的帮忙过一个集结，一共是29个，已经完成了17个。没有过战役团任务的兄弟们过一过战役团任务啊，战役团任务5级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VIP 一枚。如果说啊刷一组66的话，可以获得我们的 VIP 也可以的。集结没有点的兄弟帮忙点一点集结，一共是29个，已经完成了18个。集结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我跟你说一下，集结就像滚动的这个小桃心，这个小桃心我跟你说，你要如果没有摘任务的话，这个小桃心是送不出来的。你看公屏刷刷刷刷刷刷刷一直在飞的，羡慕吗？那就对了。没有吗？那就不对了。你没有的话，那你指定没有开通摘团，你羡不羡慕？看看人家这个免费的桃心飘得多快，羡不羡慕？羡慕的话赶紧把战役团开好了之后你也有啊，不是说你全清了吗？等斗士再上了，好好，不是你说的票全清了，等斗士是，嗯，大哥是怎么说的啊？后边你们后边别老丁给我添话，我都没念明白。没事的哥，没事的圆球哥，咱还有外地呀，包裹里边是清了。战役桃心往出走一走啊，战役桃心往出走一走，这个战役召集没有过的兄弟帮忙过一过，还差10个，还差10个，能帮忙点一手帮忙点，点完之后我们再斗啊，点完之后再斗，不着急兄弟们。欢迎微微，欢迎回家兄弟们啊，没有点战役召集的帮忙点一点，这个地方有个追啊，我半天了，我说没有追加呢啊。追了，没发现呀？是因为没追加的事儿吗？我才发现。老大，你要问问大哥呀。嗯，基本上吧。哎呀，可不咋的。你们没事有群的问问啊，有群的问问啥的。包裹里的那个免费票记得告诉清一清，还有这个抽的剑呀、战舰、宝剑啥的，你们互相都通知一下啊。群里边的问问互相啥的。还有3个小时就没有了，完了，卡。
住了，就差十个就过不去了，卡着了吗？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次的真爱召集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。或者说刚刚进直播间的兄妹没有我的真爱或者真爱掉下去了，谢谢我们的那个装饰哥啊，感谢用户哥，还有我们商哥，谢谢我风哥。如果说这个真爱掉下去了重新开也是可以算的，现在已经完成了20个，还差9个，还差9个，谢我们的邓听哥，能刷10个可以刷10个，能刷66刷66了，如果能刷188是最好了，可以把这个卡集了，集卡了之后呢，你刷了188它会掉落名字圣典，刷10个呢可以调回公落公会集结。他说老大你这个地方在哪拍，下边有个任务条，这个地方一滑动就可以看到了，还差4个，一滑动就可以看到了。谢谢我们的那个战飞哥，一定要点合成哈，点合成。哎，我发现今天点合成的人特别少，才有290个，瓜分的，我告诉你瓜分的指定多，每天真的每天是多少，每天600多个人还是700多个人去合成，今天才294个，兄弟们合指定比每天都多，真的。欢迎峰哥，下方的真爱召集还有2个啊，还有2个，还有40秒了，兄弟们速度速度过一过，醒一醒了，兄弟们醒一醒，帮忙过一过，还有30秒的时间了，就差俩，我们已经完成了27个，还差2个，游客大爷们可以帮忙搭把手，还差1个我们就完成了，就差1个人了，兄弟们，没有的话抓紧看一下，兄弟们快快快，速度速度速度 ，OK OK， 欢迎玉成哥 ，OK 了，就差你了 ，OK 就差你了，好了，包裹的该清兜了，来来一场清兜 PK。完了，我自己把我这兜也清了。哎呀妈，我这是被七彩的主播包围了吗？哎哈喽你好。哎呀，这个唱歌好像真挺好听，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那你就 out 了。我们唱首歌，美女。哈喽哈喽，对面美女好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哦。那我们一人一半的时间唱个歌吧。嗯。哎，好的好的呢。七彩唱歌都挺好听的嘛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好嘞。那留一半时间给我就可以了啊，好好的。哎，那我就给大家送上一首。说你们呢，别以为你说小鸭说的小企鹅，你知不知道上的太少了，像我们的佳佳。感谢影子啊，谢谢影子，谢谢我们的小宝，感谢小宝送来的宝剑，3Q3Q，谢谢我们的家长，看看看看人家的票数比咱的多得多了啊、嗯，咱得往上追一追，那咱俩来一首啊，来一首，凑两位呗，OK， 这是完了能刷十个的，我们刷十个集集卡啥的，这是比赛打完之后的第一把 PK， 来吧，那我先来、这个、，OK， 好嘞，那我找一首曲儿啊。Now dance, dance to the right, to the right, right, yeah, baby. Come on now.
兄弟姐妹们，话不多说，能展示的能不能比赛过后给你折地来点棒棒糖，来风荡起摇头战歌，让我回回血吧。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们，能来点溜溜来点溜溜，包括里边的大宝剑都清一清，两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失效，如果再不刷将会变成废品。兄弟们，老规矩，我就查三个数，先人66，做好准备，一二小宝贝儿，感谢你的大魔王，再来点66，还有最后57秒，兄弟们，挺住了，挺住了，坚持住，咱们就是胜利。兄弟们，目前双方票数仅差5000票，500块钱，马上给我安排安排。快点来，还有最后29秒，能搭把手吗？全局出击10%加成，砸师傅你慢点，师傅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刘伟伟，你他妈不刚过完活动吗？是啥？我又他妈过生日？你干啥呀？我卡住了，哎呦，这给我卡的，这我这鼠标都动不了，只能在这儿晃悠晃悠。关注黑哦，黑帮不是你呀、啊？我心他妈又过活动呢，我心不刚整完吗？我心咋又捐我呢又啊？哎呀，卡啥呀？我这卡着不动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四十七 OK 了 OK 了，可以了。真是师傅在，没意外，真的。哎呦，先生，谢谢我们的上了年纪的男人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47啊，谢谢天道师傅。铁惨了，铁惨了。哎呦，我83、75、92、47，从6月26号晚截止到7月5号，我输的是太惨了。我一扫全是，但我妹不收啊，从来不收，真的。从来不收。主要就是，其实有的时候没事吧，就是啥，就是没事，就是，其实就是没事那个啊，恭喜哲哥喜提卓越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忘记了，险胜妹了，感谢我孟姐给我存钱了，谢我孟姐给我存钱，不得不说太佩服了，感谢我孟姐，佩服啥呀妹了，我的天呀，啥呀，花他们卓越第一，花他们那老些钱、嗯、跟大虎逼似的，可以，相当太棒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忘啥呀，妹，你有事我一样上，你智商就完事，真的，你看你哥，我绝对不惧咱任何人，真的。我师傅张嘴，我指定啥呗。随叫随到。我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啥烂刀事儿，有事儿我就直接全给他搂了。啥事儿？有事儿我就全给他搂了，一个个。你耳朵还没好吗？我看你刚才说话还是有这个音响啥的。我现在还是使音响，一半会儿不能好。哎呀，感谢海拉尔贝贝呀！这海拉尔贝贝不是海拉尔 boy 给我送的钻戒一枚 ，thank you， 一组钻戒，感谢大哥，谢大哥。战神哲没毛病，战神哲。别再毛不这不正称呼了吧，不好，还战神哲都给我自个儿站拉了。战神的背后，他一定是赔的逼迫貂蝉。真的。歪歪
战神的背后，七星的工会，现在是七星的工会吗？战神的背后都没有挣钱的，有一个，我给你看看，有一个，咱家吗？现在有一个。我的天，厉害！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七星的，你歪歪上一共这啥意思呢？一共就七星吗？第一个就是他们说，就是最能赔工会。七星，我的天哪！这后边不写着呢吗？最能赔工会啊。最能赔赔逼喝的。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，七星了，我好第一次看七星了。哎呀，恭喜我上了年纪，上年纪的男人大哥，恭喜大哥喜提樱花，恭喜大哥喜提锦鲤。真柳为师。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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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开始打广告，又开始打广告。我这卡住了，等会儿啊，我弄一下。我先感谢一下咱家兄弟啊。截个图啊，胖胖帮我扫一下，我刚才卡掉线了，你再扫一下。来，感谢一下我们上期肩膀的美丽兄弟们，三票！感谢天堂收了，谢我们的上了年纪的男人，谢我们的大弟哥，感谢我们的汪野哥，还有我们的小宝，以及我们的。佳佳，还有我们的卡玛加，以及我们的西子哥，还有我们的海上白云，谢我们的玉成哥，以及没有上榜的兄弟们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兄弟们三票。别抓我，别抓我，兄弟们手下留情啊，公的就直接放了就可以了。啊，他们说了我是男的，那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的啊。宁可错杀一百，你不放一个。像我们的上了年纪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大哥有没有邀请吗？那个想听的歌啥的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是在我直播间这些帖里边第一个种花的人。我都多长时间没看见花了，我都好长好长时间了，丢个好一个月没看见花了，花长啥样我都不知道了，啥味儿的我都不知道了，真有为我都不知道它是啥味儿的了。烧开水啊，你下水太狠了。99度就行哈，别太多，别太热，别太热啊。哎呀，我的工会票还没整出去，我忘了。我包里还有600多张工会票。对了，兄弟们，战舰宝剑在兜里边的，一定要把这个什么的，一定要把这个、送出来，要不然还有2个小时就过期了。没有盒的那个，记得把那个卡合一合，合一合那个卡，合完了之后抓紧把这个红钻送出来，要不然它也就过期了。送我们飞飞莫属 ，thank you。再来，我来清兜，真的没给大家开玩笑，这绝对不是坑大家，这是为大家好。你真不清兜的话，再来一句，把那个包裹里边那个免费票，刚刚回家的，把免费票还有战舰呐、宝剑呐，我知道有，你都甩一甩，要不然过了12点真到期了，真的会过期吗？会 ，YB 那过不过期，好像没准儿也过期。男人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大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我给大哥唱首歌。上了年纪的男人，这个歌我还真听过，但是我真不会。我前两天我没事还当背景音乐了，我还真听了，这首歌老好听了。这个歌放心，我必须学会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听这个歌。呀，可以抓羊了，兄弟们，记得帮我抓羊啊！哇，哎，
喽，美女你好。菲儿你好，欢迎小哥啊，谢谢华叔，感谢华叔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啊。那我们一人一半唱首歌啊，抓羊了，开始啊，该清兜的清清兜了，要不然还有两个小时就那个宝剑的票啊、战舰啥的就过期了，就不好使了，它就不算礼物，它就清空了啊。好。那我们一人一半的时间，咱把沙发坐坐。好的，我好开心聊你啊，我好喜欢你。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们怎么来？谁先？我先吧。好嘞。嗯，我唱歌难听，在专业的选手面前，我唱歌真的是死亡加死亡。我来一首，我来一首欢快一点的。我说了 no 就是 no， 别再对我放电。我说 A， 你说 hey， 问你要不要 baby， 你说 oh no oh no oh oh， 那你要是什么？你笑我变大魔头，看守我的眼睛，我的美丽是爱我的唯一，我的世界就。走近也没有意义，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我放弃，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，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，我要走进你的世界，就算我要走近也没有意义，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你放弃，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，就算你能靠近没有。新进来的小哥哥们，欢迎菲儿家铁铁。好，交给你菲儿姐，我闭麦喽。好嘞，好嘞，这首歌就唱完了，谢谢师傅，感谢男人哥，谢谢大哥，真好听哇！菲儿家的小哥哥好多啊，十三级铁铁这么多，好让我羡慕啊！而且十三级的铁铁一直在我公屏扣666。啊，是我的声音这么小呢？你们的声音还是很小吗？好小啊！我声音小是吧？我把麦克风离我太远了。哦。哎呦，我怎么又卡住了？你怎么整的？这啊，就好像这个东西卡，这个东西关了就不卡了。嗯。刷羊那个、哎呀，报告假唱，假唱毛线，假唱。好听。你直播多久了呀？一年了。嗯。哦，你直播一年了哈。嗯，我来自河北，然后快乐大乱斗了呀。我今天晚上打的少，刚才大哥带我打把团，你是我第二把乱斗。现在团是不是还挺好打的？看碰到谁，昨天前天好打，今天碰到的难打。哦，嗯，现在其实你在哪个城市、啊？玩团战也挺好玩的。对的、嗯，你在哪个城市？我是绥化的，你家里是哪的呀？我河北的。过摘任务的过一过摘任务。嗯嗯，河北。嗯，还行。嗯，北京附近是不是河北那个？京津冀一体了，姐姐。啊，我们京津冀一体，绥化好像是北京附近是吧？不是，咱俩都是那个啥，咱俩的地理知识有点欠缺，地区都盲目的那种感觉，挺模糊的哈。终于碰着对手了，碰着对手了。我先感谢一下我们接战网的兄弟们 ，Thank you。辉哥，感谢我们的竹，谢我们的小哥，还有我们的非常哥，以及我们的撒腿就是跑，谢我们的咖啡猫，还有我们的菲菲，以及我们的佳佳，还有我们的听到师傅，谢谢我们的上了年纪的达人 ，Thank you。把腿根放出来，把腿根放出来。
我看看这个假腿啊，它是高仿腿是不是？让你看看真正的腿哥在哪里，看了看，真正的腿哥在这儿呢，竟敢冒充我，你说句话来，我是真的。你说句话我看看，你说句话，你敢不敢说句话我瞅瞅。把那个假腿放上来，你竟敢冒充我腿哥，是不一样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模仿的可以啊，模仿的可以，掌手哥啊。
叫这名的都不一般，以后不要瞧不起我，这是我大哥啊，真是的，以后说话别老跟说我啥也不是啥的啊，没事，好，我不好使我大哥好使。以后不叫腿哥，叫腿弟。那在大哥面前，我还是个弟弟。嗯，以后是弟弟。我师傅说这个是真腿，那个是假的，啥也不是。反正我清兜了那个号，我就最后的690票我都给清完了。那你说就说呗，反正啥也没有了，你就啥也不是，就啥也不是。这个是小腿，这个是大腿，嗯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没有合卡的兄弟们记得把那个卡合了啊，没有合卡记得把卡合了，完了包裹里边有那个工会票的一定要把那工会票送出来，还有那个战舰呢、宝剑呢，要不然都那个过期了哈。大哥我半条腿我半条不是，怎么能是半条腿呢，这个腿相当大相当粗了，上来酒量大不是给你腿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哥，我就是你的小弟，我改名，我叫撒腿就是追，我跟着你跑，我就追就完了。因为我不止，我不开了这个，就是现在不开了那个什么那个盒子嘛，不开了一个小块嘛，我就不登一下进了一个撒腿就是跑。哎，我说我这号退了，为什么怎么还是撒腿就是跑呢？我就没看明白，啊，没看明白啊，一点开啊，一看啊，不是我的号，我说这是谁的号呢？我说一模一样，他不会呀，我是 VP 怎么是黄呢？撒腿就是飞，撒腿就是追，撒腿就是跑，嗯，你都一家的吗？啊，重名了呢？是啊，我还想说重名了呢，我还没纳闷呢。撒腿就是撩，那迷糊有一点迷糊，但是我反应还是挺快的啊，还可以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咱家兄弟们这火眼金睛还是挺厉害，一下就认出来了。欢迎我们后进来的兄弟们，刚刚回家的兄弟们，没有那个做粘肉的，记得把粘肉做一做。我们现在粘肉第几了？是第八吗？我看一眼啊，应该是第八。我们摘肉还差123个，大哥你记得把那摘肉做一做，包括你免费的桃心啊，撒子味的都比较狠，还行吧，都比较狠，嗯，都比较狠，道子味撒子味都狠，嗯，杯子味的也狠，嗯，69字味的更狠。现在还是第八，没有过粘肉，三星任务过完了，过完了估计我们就会第七了，三星任务过完了，我们尽量哈能往前走的往前走一走，兄弟们。大哥今天你吃了没有？不是喝了没有？吃了没有？这么晚指定是吃了呀。我的号是短位的呢，那来的那号，我感觉扣字儿没有那个啥。大哥哎呀你多了没有？多了。你都不知道啊，前两天大哥我直播都跟他们喝散漏子了。
要把我那个帮哥啊他们都看见了，哎呀我腿都混成这样了说的。散漏的太有劲了，一杯就给我整迷糊了。谁呀谁呀谁点人家唠嗑，你说唠嗑唠嗑唠嗑真是。大哥要走吗？没有啊，哪有这事儿？不是，这不是唠嗑呢吗？就大哥那个酒主要是 太好喝了，喝没，确实是喝没了。谢谢广中哥，感谢广中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妖孽。没有过粘团肉的，记得把粘团肉过一过。求助各位大哥，每人赞助点儿，要了。哎，对了，好像现在酒还真不让邮寄，不像以前了。那个以前的话还能邮寄，现在酒都不让邮寄了。要了啊，跟大哥要酒，跟师傅要茶叶。这主播你别吵吵。好像我这主播就是见啥要啥似的。我是那人吗？真是的，我不是那人啊！大哥，你可别听他们，我可没有，我可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可以，酒是不可以游的。你别说哈，真的要真，我还真的把这个牙去弄一弄。我这个牙，哎呀，我这个牙真不行。嗯，我觉得好像是有点松了，那个这个牙。欢迎渔夫哥，只能两瓶两瓶两条烟可以两条寄，我邮过，酒没有邮过。烟可以邮寄两条，就一天只能邮寄两条，酒。我没有邮寄过酒，现在好像是我酒现在应该是不让邮寄了，好像烟是可以邮寄的，就可以一件一件的寄，散装的不可以是吗？嗯，好，我们下一话题，我们唱首歌，别老就说了，没完了，唱首歌啊。站在绥化望北京，来一首歌送给大哥。
来，大哥，来我影去无踪，差不多吧。就像突然一阵风。我知道你有小号看我，快快现身。休息一下啊 ，Thank you。你什么时候给我？我该学会我都必须学会了，哥，你就是给我也学，你不给我也学。但那花哈已经扣上菲儿的名字了啊，已经扣上菲儿的名字了。现在这不是花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是歌的问题。